此前呢，他已经把洪熙软禁在宗人府，并查抄了郑家庄的李亲王府，洪熙的家人或被发卖，或者是逃跑了。总之，这位圣祖康熙爷的嫡长孙洪熙已经是家破人亡了，可幸亏洪熙还活着，让我的四哥呀有个补偿的机会。于是他把洪熙解禁，让他与宝亲王一样住在规制如太子府一般的宫殿里。这还不算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当着军机大臣们的面把宝亲王洪立和李亲王洪熙都叫到跟前，宣布了他的旨意。你们都听着，朕对洪熙与朕对洪立一视同仁，如洪熙之才能可以胜任，朕亦将培植为有资格继承朕之皇位者。这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此时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我这位四哥呀，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出来。他要我再次去了海宁，专门给海神立了碑，并且让我转告他，虽然很对不起太子阿哥夺了他的皇位，可以后呢，他会把皇位还给他的后人。哦，天哪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他这样宣布了以后，太子阿哥向他索命索皇位的噩梦啊从此消失了。果然神明有灵啊。哎呀，没有了性命之忧，我那皇帝四哥就开始后悔他的承诺了。后悔？毕竟是皇位啊，既然已在我手，又如何舍得转手他人？这可就难办了，既惜命又舍不得皇位。没过多久，他的皇帝孙永琏出生了。哦，听说你见过这个小皇孙？啊，是小皇子聪明伶俐啊。对我那皇帝四哥来说，永琏简直就是他的心肝宝贝。他呀爱极了这个皇帝孙。有一天他指着小永琏说，将来我要让你当皇帝。我当时没言语，他当然知晓我的意思，如果要让永琏当上皇帝，
那你嫡孙的父王，也就是宝亲王弘历，先要能当上皇帝。这皇帝从此还是你家的，可你以前又公然宣谕说这个弘熙也有继承你的皇位的资格，就不怕若你死了以后再闹出夺位惨案吗？老天爷，这可怎么好啊。他明白我的意思，可他呢又没有办法解决。有一天他把我们三个军机大臣，我额尔泰一个，张廷玉一个，再加上我十七弟果亲王胤礼，叫到他跟前，宣布了他的续统诏书。你们都给朕听着，朕已将续统诏书放置在正大光明殿后，朕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你们。不管朕以前说过什么，朕一定要让朕的嫡孙永琏当上皇帝，除非他死了，洪熙无继位资格。老天爷，这不是乱套了吗？他就在洪熙的当皇帝资格之上添加了一个条件，假如朕的嫡孙永琏不幸死了，你洪熙就有资格当皇帝了。这算什么呀？我们这四个被皇帝任命的护储大臣全都心如明镜，无论是宝亲王弘历还是李亲王弘熙，没一个喜欢这诏书。这可就埋下祸根了呀。我那四个皇帝不死，大家日子照常过，可四个皇帝一死，麻烦就来了。正大光明匾后面的续统诏书不见了啊！我们两亲王两军机用了整整七天试图说服双方，终于这洪熙同意了。但他提出按照大行皇帝诏书上的意思，当今皇帝的儿子永琏若是死了，那么当今皇帝必须无条件地让出皇位，请洪熙继承大统。弘历他也有一个添加条件，假如永琏果真夭折，他禅位给弘熙的皇权过渡时间为一年。会合双方的意思写了份正式协议，当面宣读又当面烧掉，由我们两亲王两军机作保。弘历终于当上了皇帝，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年，可当今皇上在三年前与李亲王弘熙达成的那份皇帝协议，至今仍是一柄高悬在皇权之上的利剑，不知何时会斩杀下来。就是说，只要小皇子永琏没有性命之忧，那么当今皇帝便无地位失落之余啊。你能担保小皇子永琏不会死在他皇阿玛前面？哦，不不不，这奴才不知。若是永琏果真不死，洪熙便不会有夺位之举吗？不不不，这个奴才不知道。那你能担保永琏若果真是夭折了，当今皇上便能够按照那份协议乖乖的会把皇位禅让给洪熙吗？奴才不敢乱想。没人能担保，只有听天由命啊。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赵大人，皇上让我把这件事情告知于你，就是提醒你，假如发生了那些不能担保的事情，赵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要站错立场，更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。是是是，奴才知道。哎呦，今天啊咱没钓上一条鱼。哎，莫不是那些鱼儿听了我的话也全都吓跑了？这来，哎呦，巧儿，来来来，把这个给我，不许玩这个啊！不要玩。来，
当心点，别摔着。哎，老爷，给您看，这个是不是？小心，小心啊！哦。哎，怎么样？老爷，嗯，你看啊，这些都是贵族上和康熙朝的太子爷交往的信札，这些不打紧吗？这个不能留，凡是与李亲王府沾边的，不管是他祖上的还是他自己的，全都要烧掉。哎，是。老爷，这活太重了，别让宝琴干这个，还是让仆人来干吧。不行，这些活不能让外人沾手，若有骗纸传到外头，都是不得了的事儿。哎，慢点啊，给我吧。我知道你们都累了，我也就最后再说几句话。把皇上追缴的那笔李家罪产上交朝廷，是咱们家现在的头等大事。继续查找荣哥下落，找到他，把罪产拿回来，这是最好的事情。可咱们不能指望这等好事了，要有最坏的打算。我的意思，明日就查检家产，把那些个用不着的字画珠宝，该卖的卖，该当的当，总要千方百计的凑钱，争取补足皇上追缴的那笔李家罪产。我知道日后府上的日子会艰难，可咱们这一关总得走过去啊。是，知道了。二爷，你醒了。嗯。昨儿个可累死我了。可不是嘛，昨晚二爷一回来，倒头就睡下了，这一睁眼啊，天都明了。哎，那块玉呢？没在枕头下面。没有啊，你自己瞅瞅嘛。你放哪儿了？昨晚我一进屋，那个样你也看着了，脱了衣服我就睡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的祖宗啊，你可别吓唬我！不用着急，我昨儿个一进屋就胡乱脱衣裳来着，摘下来扔在哪个地方，少不得就在这屋里。小蹄子们，大家玩呢，到底有个玩法。二爷的命根子，你们哪个若是见了，即便藏起来闹着玩也没什么的，可别真弄丢了，那大家可就都活不成了。这是哪里的话，我们自然玩是玩，笑是笑，不敢把正事当儿戏，你可别混说。弄不好啊，是你混了心，自个儿把东西藏掖在哪里，这会儿又来活赖别人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到底放哪里了？那儿。那儿也不对。哪儿都有可能。老天爷呀，这大家帮着找啊，赶紧找啊，赶紧着找。是是。我这边没有，我这边也没有，我这也没有。昨晚二爷回来后就睡了，之后不知道有谁还来过，或者捡了去。哎呦，要是知道，我去磕了头也要拿回来。这可不是小事，要真是丢了这个，比丢了秦二爷的命还要厉害。好像三爷来过。三爷，对了，我见他满屋乱跑，我还怕他惊扰了才睡下的秦二爷，还给他拿了些吃的哄他回去了。定是他捡了去，拿去玩了。哎，你们谁去个人，悄悄的把他叫过来，咱们哄着他，
叫他拿出来，大家不要声张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那我去吧。嗯。哎，大家再去找找，去找找。好，是。二爷啊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放哪里了？姐姐，你不是说有好玩的东西给我吗？三爷是有好玩的东西给你，可你得跟我们说实话。呸，我何时说过假话？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二哥的玉丢了，你瞧见没有啊？人家丢了东西怎么又叫我来查问？我是犯过案的家贼吗？不是这么说的，我是怕三爷拿去了吓唬吓唬二爷，你们哥俩逗着玩呢。他的玉在他那，看没看见该问他，怎么问到我？你们个个整天都捧着他埋汰我，得了什么不来问我，丢了东西就问我，我呸。哎，三爷，你们说这玉能丢在哪儿呢？谁知道呀，那玉有灵性，别是自己跑了。别胡说，玉还能长腿跑了？就是，那玉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就是啊，那偷偷到哪儿？哎呀，好了，别在这说了，快去找找，说不定啊藏在这园子的什么地方了，快去呀。是是，快去找找吧。嗯，二爷，我都听到了，又是这老狮子闹事，都别找了，从今往后我也不要他了，你们也不用闹，说出去你们刚才惹了堂哥，他这一回去必定又嚷得无人不知，这可不是咱们又闹事了吗？小祖宗，你觉得这鱼丢了不打紧，要是上头知道了，我们这些人全部就要粉身碎骨了。淑儿姐姐，你也不用哭，若是上头怪罪下来的话，硬说我砸了。你说的好轻巧，上头要是问为什么砸了呀，大家还不是个死吗？再说了，若是真个砸了，总要有些砸铺的渣，你让我们去哪儿找吗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这没用的东西，不准哭。哎呦呦，你们丢了东西不自己好好找找，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我们堂哥啊？行，我今天把堂哥给你带来了，索性交给你们，要杀要剐随你们便。哭还哭，哼，我就知道你们狗眼看人低，看我是个做小的就敢随便欺负我家堂哥，老娘也真是倒了霉了，是个人就敢欺负我，我呸！哼，整天的大的气压着我，这些小蹄子也敢骑到我头上来，看人下菜碟儿啊！谁也不是生来就做小蜜，就这么让人欺负着？哼，怎么太太来了？丢的东西就拿二房当贼呀？不行，也必须跟我说清楚了，今儿我们娘俩就是不活了，也要争个清白。哭，别哭了。太太，起来。那块玉真的丢了吗？嗯，起来起来，如今礼数没什么要紧，要紧的是赶快找到那块玉。哎，来，起来。哎呀，母亲，这事儿跟他们不相干，是我前日到庄王府去，在路上丢的。哎呦，那为什么前几日不找？我怕他们知道，就没告诉他们，我让明烟在外头找过。胡说，如今你脱换衣服不是双儿他们服侍吗？日常手巾荷包短了还要问个明白，何况这块玉不见了，他们能不问吗？好啊，原来是外头丢了东西，赖我的堂哥出家贼呀。住口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倒说这种不要紧的话。你就别瞒哄我了，你的玉啊，昨晚我还见你带着，你都去过哪儿？咱们细细的去找啊。昨晚回来的有点晚，累得很，我能去哪儿吗？就是到林妹妹那儿站了站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里既是没有，定然就是丢到林姑娘那儿了，都赶紧去她那儿去找。哎，别。别去打扰我林妹妹，我不会丢在那儿的。二爷，
指什么指啊？指我也不让你们去。二爷，妹妹，妹妹，你来了。来了也好，我正要到你那儿去瞅瞅。不知太太要去瞅什么？你怕是都听到了，宝琴的玉或许就丢在你那儿了。没有。你找过？没有。既是没找过，如何便说没有？昨晚宝琴确实在我那儿待了一会儿，可她没带着那块玉。你看到他没带着？嗯，我还以为他先回了怡红院，把玉摘下，这才去了我那儿，所以并没有问他。可宝琴说了，他没有回怡红院。母亲，林妹妹不会错的。你给我住口！你或许看错了。我不会错。你就是不会错，可大伙儿都有这个疑心，到你那儿搜上一搜，即使没有，大家也就放心了。即使没有，为何还要去搜呢？没有是你说的，搜过了，真没有，那才算数。我若是偏不让搜呢？母亲，真不能搜。我林妹妹她最怕乱了。住口！这个家。难道是你说了算？你以为发生什么事，宝琴都由着你，我也得由着你吗？太太，我何曾这样说过？哎，母亲，母亲，你不能这么说林妹妹，她受不了。你这个逆子，我说她几句，她就不能受，她顶撞我，我就得受着吗？宝琴，算了，咱不说了。让他们去搜好了。宝琴，走，跟我去搜。哎，对，哎，去搜搜，走。妹妹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她毕竟是我娘，哎呀，姑娘你可回来了，家里全乱套了，这怎么回事嘛？他们都搜过了吗？还搜着呢，翻了个乱七八糟的。那块玉，它是个物件，总不会自个儿飞到哪儿去。传我的话，但凡你们疑心它会落在哪里，就到哪里去搜。谁也不许拦着，三天内给我找出来。要是三天还找不到，大家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。太太放心，太太走好。林姑娘，真是对不住了，二爷。您是先回去呢，还是在这儿？我不回，你们也不准回，把我林妹妹家翻乱了就算完了，这不成，我不准把翻腾过我林妹妹的东西一件一件给我擦干净了，全都放回原地。莹儿，你去盯着，如何才算擦干净了，如何才算放回原地，你说了算。这下可好了，要不我两天也收拾不完。姑娘，你看这样，双儿姐，那就有了。这件事，并非是你的错。你不是帮英哥，是在帮我。我领你的情。姑娘，你可别这么说。走，跟我来。等他们都收拾好了，妹妹再回去。咱们去哪儿呢？
去祁煜姐姐那里喝茶吧。原来是在老娘亲那儿受了气，要借我的茶来泄泄心头的火。受委屈的话可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是是，可林妹妹受委屈也是真的。我原以为妹妹受不住，可谁知妹妹比我还能忍。要我说，如今受一受也好，全当是个历练。这日后林妹妹进了你家门，那才真正有她受的。祁煜姐，人家受了气找姐姐来寻个慰藉，你倒又要埋汰人家。妹妹，林妹妹，你真要走啊？就不想知道你秦哥哥的玉到底丢在哪儿了？难不成你知道在哪儿？我既是仙姑，自然能掐会算。我才不信。哎，好妹妹，今儿啊可难得，自从姐姐进了咱们园子，何曾见过她为哪个伏击。今日啊幸亏我丢了玉，姐姐大慈大悲，才让咱们大开眼界呀。那好吧，看在宝琴哥哥的玉的份上，我便不再怪你。占卜也罢，伏击也罢，总要施主有所求，而且所求之事必得与所施之物紧密相连，所谓心诚则灵，你们可懂？懂懂。就是说姐姐在给我们伏击前，我和妹妹是要拜拜神仙的。不仅是拜，心里最想要的要虔诚默祷。是是，要虔诚，我和林妹妹一定虔诚。别的话我带她说也就罢了，今日林妹妹要默祷的必是她的心事，我带不得，我要听你说。是，我必虔诚默祷。来人，住持，我要伏击，就摆在这屋里即可。是。你都听说了吧？是。真是很邪门啊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要严查。咱们家呀人多嘴杂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哪里保得住谁是好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来，明知死无葬身之地，他着了急反倒要毁了那块玉，给咱们来个打死也不认账。那咱们就不查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不妨明查是一套，暗访又是另外一套。那块玉宝琴砸了好几回了吧，咱不妨明着这么说，其实宝琴原本就不喜欢那块玉，丢了就丢了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。可暗地里咱们派人去各处查访，有了蛛丝马迹，用些钱财把他给哄骗出来，那时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。你说得很对，倒是我急躁了些，就照你的法子操持吧。秦二爷的那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，非比寻常之物，来去自有关系。秦二爷，玉是你的，你先请吧。什么老石子，丢了也就丢了，带着是个负担，丢了是个麻烦，不如没有的好。默祷过了，那就来吧。好了，来无迹，去无踪，青埂峰下遗古松。这真是我和姐姐一起写的？胡说。
这是神仙所说，假借你我之手罢了。哦，那可他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好像只有一半意思，另外一半的意思吗？恐怕需要假借妹妹之手。好，我来。原是薛姐姐那里有个金锁，秦哥哥这里有块佩玉，又有那和尚道士说什么金玉有缘，既是有缘，宝琴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？我还记得宝琴在梦里说过的话，我不要金玉之魔，我只要木石之魔。或者宝琴和我都高兴这玉丢了，竟是苍天有眼，从此拆散了那金玉之盟，也未可知。好了，那就来吧。好了，玉追寻山万重，入我门来一笑逢。虽说要千山万水的找，难道秦哥哥的玉终会找得到吗？原以为总会有蛛丝马迹可寻，不料还是天机不可泄露。这神仙的话老是这么玄乎啊！看来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，然而丢又是丢不了的，不知几时不用找便出来了。哎，姐姐，这青埂峰不知在哪儿？天机不可琢磨。那这入我门来是谁要入谁的门啊？这恐怕也是隐语。姐姐伏击时请的是哪一位神仙？这个总能泄露吧？这个倒可以说，我今日请的是景幻仙子。啊，他呀？嘿，我认得他。我真见过，我在梦里头见的。怎么了？住持，双儿姑娘让我来赶紧告诉二爷，说是院子里的树开花了。这不可能。几时啊？这花应该在三月里开才对。如今是十一月份，不是时节呀。所以他们觉得这花开得蹊跷，不知是吉是凶，请二爷问问住持。知道了。姐姐，今日你的道行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啊。大道自然，可这海棠花开得违了自然的节令，倒还真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咱们快去吧。走。这院子里的海棠本来是枯萎了几颗，也没人去浇灌它。昨儿个我瞧见枝头上像是开了花骨朵似的，说给别人啊都不信，就没人理他了。谁知今日这些花骨朵忽然你追我赶的开起来了，我估摸着这也不是开花的节令，就赶紧着叫二爷回来看看，也请住持给掐算掐算，究竟主何吉凶啊。只要花开得好看，管它什么吉凶呢，是不是啊姐姐？俗话说顺其自然，既是花开自然，也只好顺着它。要我说啊，这是老天爷要我们姐妹们再次结社聚首。结社聚首？齐玉姐你不知道，荣官园的姐妹们头一次聚首就是开海棠诗社。对，亏着妹妹还能想起来，咱个人的别号还是那时候起的呢。这一回咱们重开诗社，我看就在这里。对，大家还是吟咏海棠，评出花魁来，怎么样？我看啊，咱们把秋华姐、薛姐姐、枕霞妹妹都找来，再加上咱们三个，也能成一个诗社。我是个不会写诗的。哎，这不可能，姐姐好大学问，岂能不会写诗？要我说这一回呢大家都不必写新诗啊。不写诗还能叫诗社啊？诗言志，歌咏情。三年前姐妹们的海棠诗中都是有志有情的，
三年后的今日，姐妹们诗中的情志是否全都应验了呢？那些诗三年前咱们是品评过的，如今再来重新审视一番，岂非别有一番滋味？旧诗新品，这诗社倒是别开生面。齐玉洁既不写诗，那就做我们的社长好了。好好好，这个我倒是当仁不让。那我就赶紧去找人准备起来，再到凤姐姐那儿支些银子，弄些好吃的给咱们助兴。好。有意思，好有意思。二爷，快吃饭吧，吃好了还要到太太那边去请安呢。有意思。二爷，旧诗新品，旧诗新品，有新意，有新意。快吃饭吧二爷，吃好了早歇息，明日大家都来了，二爷好有精神周旋啊。是是，好周旋。嗯，好周旋。上回开海棠社还是在我的园子里，这一晃都三年了。是啊，都三年了。那一回的海棠是栽在盆里的，我还记得有两盆。是啊，有两盆。宝琴，你病了吗？病了。妹妹说哪里话来，倒是妹妹是个多愁多病的身子。这哪是有病啊，就是更加风痴了。这回咱们就缺锦霞妹子了，还缺一个秋玲姐姐，可不是吗？她嫁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她在那边怎么样。还能怎样？听说老是被她男人欺负。哎呦，这女人一嫁男人呢，就给男人埋汰喽。你也是男人啊？我是男人，可是我不一样的。你如何不一样？这个嘛，我不能说。可我林妹妹是知道的。呸，我如何会知道啊？既是知道，哎呀，你们没见宝琴在说疯呆话吗？都来逼迫我。是哪个逼迫我林姐姐了？我可绝不饶她。妹妹，妹妹，齐玉姐，妹妹，秋华姐，见过薛姐姐还有林姐姐。哎，哥哥你可好呀？好啊好啊，我如何不好？好妹妹，我昨日还在想呢，原先一起在这园子里玩的姐姐妹妹们，你是年纪最小的，到最先嫁了出去。我就在使劲儿想啊，使劲儿想啊，使劲儿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哥哥，你不记得了？我嫁到那边去，还是你和林姐姐把我送过去的呀？如今老祖宗不在了，我今日也不怕告诉大家了，在我出嫁之前，我们家已经被查抄了，是薛姨妈和薛姐姐又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有了个落脚地儿。好了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不提了。来，坐过来。坐吧。哎，今日你如何能出得来啊？我家贝勒爷呀又外出公干了，我一个人自然是海阔天空了。嘿，既是都来了，那咱们这诗社也该开了。这次的社长是齐姐姐。三年前首开海棠社时，只有我是没参与的。听林妹妹说，海棠社的规矩一旦结社要互换名号的，不可再姐姐妹妹的称呼。为了这个，我还真做了一些功课，这样才不会把各位的名号给搞混了。今日开设题目叫做旧诗新品，
就是三年前诸位写过的海棠诗重新端到台面上来，根据诗人三年前的行止，供大家重新品评。听说三年前的海棠诗以恒无君为第一名。那是大家的错爱，其实萧玉妃子和枕霞旧友的诗都比我的要好些。也不管以往的评判为何，今日啊是要重新判定的。好好好，那就依社长。哎，哪个先来啊？一红公子在此伺候着。哎，我记得那一年是恒无君是第一个。嗯，是我。来，我来。来，姐姐给你。姐姐，待会儿诗会完了，我想跟你说会儿话。心在为谁？